众朋友们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，我是晶晶。赶快先欢迎到我们的来宾是华信证券投顾总经理谢文恩分析师，欢迎您。你这么正常，我感本来觉得不太正常哈。那不过这么早把你介绍出来，那那不过真的很高兴的，又过了一个礼拜时间。那这礼拜呢，我们又缴出700多点的成绩单。对啊，700多点的话大概是14万，所以说回收倍数大概又高达将近有60%哦。所以这个期货真的预告通空头 GG， 对，就真的是 GG 有哦，真的 GG 有 GG 哦，真的 GG 了。哎，个股也很厉害啊，你昨天不是说中心电一根红 K 之后就开始汤包吗？汤包吗？真的就汤包啦。对，好，那你怎么看的？好，怎么看啊？基本上哈，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。不过看这 VCR 的时候啊，我如果说我讲坦白的，如果说我每天要播重播带的话，基本上我就不用来了，我的全部都可以播重播带，因为一直在验证，就对，一直在验证，验证。那但是你还是要预告隔天呢，所以你还是要来。因为这个这段带子哦，是有关于施汉他要特别点名哈，不管包括乐视绿能、64茂迪这些股票，还有153中心店到底该怎么看？可是因为哈。我麻烦你们自己看啦，因为我每天连线时间超级无敌长的，所以说呢，我只能取其中一小段一小段。那如果说呢，你说老师，可是你只解完乐视绿能，好，乐视绿能跟我没关系哦。那茂迪我还来不及听的，我是建议大家，你可以打电话到非凡都快被我烦死了，说干最近一大堆打电话进来，说要新人的重播带很烦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么你也可以打电话跟我们公司要，或等一下呢，我会贴在我的 Telegram 里面 PRO1018，因为它这光一段就有5分钟哦，我总共有3段哦，所以就15分钟好。就稍微听一下，那我们两个可以打屁。对，的好的。那么其实呢，在这一个礼拜一开始，我跟施汉连线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报告，我说指数没有什么多大问题，可是单纯就股票的角度而言的话，我自己感觉到真的怪怪的。那刚刚呢，施汉有提到呢，1529的乐视绿能。如果说我们单纯就技术分析的角度，我请问各位哈，如果我们把今天这一根黑 K 棒子遮起来，昨天乐视绿能它是跟标准的突破 K 棒，我讲坦白的，要遇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状况，几率真的非常非常低，而且呢，目前乐视绿能的成交张数已经把昨天的成交张数全部给碾压过去了，它好像形成非常明确的阴线吞噬哦。那基本上呢，如果说你手中有的一个所谓投资朋友要怎么办？很简单，首先呢，把今天的高点加低点除以2，你所得到的价位哈，我用目测的方式哦，最高高点46块，最低低点41.3，两个价格加起来除以2，你所得到的中值的部分，或是我们把它定义那叫标准的日线关键价，但是落在43.6，代表43.6已经变成它非常大的空方防守价 ，unless 的意思就是除非礼拜一开盘直接用跳空的夜水方式往上开过43.6，否则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啦，如果往上急拉来到43.6，麻烦站在卖方。那么你说呢，老师？可是我已经买下去了，我早上去追高。好了，因为太长了，太长，所以说没有时间播好。对，也不能打那么久的广告。没有，还帮非凡打广告，非凡他妈的没有付我通告费。对，就不对了哈。好，那再一遍哈，来，股票问题再慢慢讲哈。那你要怎么样哈？每一个礼拜都能赚14万？哎、你不要小看14万，过去人家14万很厉害。过去口头什么？一天20点，生活多一点。我讲坦白的，多很多点。你一天要20点的话，20点4000块嘛，你不要来找我了。那种小鼻子小眼睛的动作，你真的买菜钱就不要了，对对不要，谁要那种东西呀、啊？拜托，我不乞丐，我要我就是要700点，那700点好了，我一天要100点，谁跟你一天20点？好，来，上礼拜也快速回顾哦，上礼拜回顾，为什么有主角？来，上礼拜哦，300，先300嘛，这上礼拜，然后上礼拜150。然后150，然后这边自然还讲神买在最低低点哦，买在最低低点哦，然后这总共700点，好，来进入这礼拜哦，就开始来喽。为什么要拥有主力心态？刚刚晶晶呢，你们等于说在看重播带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看到我跟晶晶嘴巴在动，可是却听不到声音，想说干他们手机坏掉了，错。晶晶说这个礼拜每天主力心态都是多，对，5天呢，怎么会这样？可是这5天其实涨得没有到很夸张啊，对。因为有很多天它是跳水，开低走高，开低走高。对，今天其实有一个下杀。好，那我问你哦，今天说没有涨得很夸张，可是我凭什么这一个礼拜又赚700点？好，第一件事情呢、方向的确认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？因为我们好吧，反正会员都说我是主力，好，我就承认我是主力。我们永远都比你早知道，而且你们为什么叫散户？散户就是说今天做多。好、我放空，我们两个是互相对坐的，对，互相对坐的嘛。那所以说，大家互相对坐的 zero sum gain， 他所得到的结果是零。可是我们主力做手，我们有单一的方向。那你说，老师，可是我不知道单一的方向，至少有一个白痴的主力，
好、哦，吃饱太闲，每天在非凡新闻台或 Telegram 直接跟你讲主力的心态、主力的方向，来开始慢慢讲喽。告诉你答案。对，结果呢，从这礼拜一没开盘嘛，这礼拜五月号，大盘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准很多。结果你敢买吗？吉沙你敢买吗？不敢嘛，你不敢嘛。Okay, 那这样子我就活生生赚了120点。那甚至于为什么老师，那你还卖最高？对，我卖最高，看清楚哦。礼拜最经典是礼拜一的 礼拜偏盘，他先往上急拉之后又往下急杀，拍谁？可是我已经跑掉了。我在1:43的时候就告诉我的会员653出，结果最高高点655，就出完之后垂直往下杀。可是垂直往下杀的时候要进入礼拜三的嘛，你说老师我 A 片牌没做好，那我问你哦，礼拜三转了一遍嘛，主力心态最重要。你们做期货为什么赚不到钱？你可以30分钟之前看到急拉市价买进，30分钟之后看到急杀市价放空。我就随便用一档股票举例好了，1513中心店昨天一根红 K 棒市价买进，是啊，今天1513中心店盘中急杀市价卖掉，反手放空，然后用尾盘拉上来。你们干嘛这样子扒来扒去啊？你们要有方向。那你没有方向没有关系，我说你大盘要摆中间，个股摆旁边，我们先看得懂大盘的方向。就好像我刚刚有 po 我的 call 讯哦，其实 call 讯哦，我今天早上10点钟就 po 了啦，我们买一档股票，今天收在最高高点，就是2492的华新科。好，我等一下证明给大家看，好，来看，往下杀嘛，往下杀，没错吧？结果呢，礼拜三一开盘的时候，来那时候呢，我觉得晶晶最可爱的，他说，哦，因为大盘主力心太空，所以杀到脱裤子，好小小的红哦，两个。对，两个，当时在8:50礼拜三的时候，既然大盘主力心太多，直接再去买，好、哦，再去买，好、哦，所以说你如果说单纯说这一个礼拜每天都主力心太多，那是有一点牵强。为什么？因为晶晶所讲是包含 PM 盘，对。但如果说老师没有，我的会员很可爱，笑师啊，这一段空啊什么空？哦，我手中基本多单我都还没算到绩效里面，那如果我手中基本多单，那我发放空的 call 讯，那我请问各位，那会员一定搞混了、啊、老师那我手中基本，对对对，等于说绿色的时候我不做多吧，绿色我不要做多吧，因为你们去下载软体，而且我软体的续约率是高达1%，因为每一个人说超简单的嘛，不用红买绿卖，很多白痴的软体什么这样子突破的时候K D 指标一定出现黄金交叉，叫做红买。K D 死亡交叉的时候叫做绿卖。那我的课程有没有教过各位？谁告诉你 K D 死亡交叉价格就一定会跌？难道你们都没有学过所谓的时间理论跟空间理论吗？所以这是为什么1+2他妈的是什么放大版，我到现在还不会念。你要取个比较好的名字啦。好，什么1+2无敌放大版，你们要把我们的软体给带回去。好渴哦。好，多嘛啊多啊多，我做多，做多到现180点哦，180点哦，礼拜二120+20，总共140，礼拜三又180点，还没完哦，礼拜三的那一天跟你预告开低就是会走高 ，good for 不啊，好 good for 不啊，所以这是为什么？说老师，那你为什么可以100%知道？为什么你在那一天还预告主力心态多？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啦？放大榜，你们真的要把我们线上课程给带回去。好，结果这是昨天嘛？昨天金姐说：“哎、欸，好奇怪哦 ，P A 盘杀尾盘，而且主力心态全部都多。好，主力心态全部都多。对，就是因为主力心态多，所以说呢，昨天的 P 哎、欸、前天哎、欸、5月3号的 P A 盘啊，我忘了几月几了，反正我们买在最低的夜水低点，结果昨天有没有喷出去？”喷出去，我们先卖，卖完之后马上513到517买回来，到今天我又赚了180点。来，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，来，再看一遍哦。你买哈，你买495的，我可以小鼻子小，你跟着老师哦，可能哎呦，天天20点，财富多一点，看赚5次20点，一次就全部赔光光了。你的操作是这样子，那你看哦，我495买的，怎样？我要出585了，我就是要100点啦、我要出100点啦，出到之后马上挂空气摊585，这马上挂513到517买回，还真的回来了。结果到今天又180点，因为昨天大盘主力现在多好，那昨天跟大家预告空头 GG 还没完哦。对，想看昨天晚上的，对不对？来看清楚哦，1:42，你看我的人家说哈，哎，现在好像又一个男的被抓到，又是什么时间管理大师是谁啊？好像一个男的哈，没有仔细看，对，我告诉你啦，
我才是个标标准准时间管理大师，因为所有的 picture 我的脑袋，因为我问你啦，1:42你在干嘛？你的老师还在吃奶，还搞不清楚要做多少放空，我们就已经跨时空的预测，好，这个叫做保证成交价，好，这叫防火墙啊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有没有穿价成交？当然有穿价成交啊！穿价成交，今天晚上，哎，不，今天晚上，今天早上有没有垂直喷上去？还没完喽，还没完喽，还没完喽！你以为游戏就要结束了？我可以很自满嘛？那如果自满的逻辑之下，你中心店你可以赚 1.5 倍吗？ 1.6 倍吗？你1504东元能赚一倍吗？你257的飞鸿可以赚21只涨停板吗？你他爸爸的逮到机会，你就是要一直做好一趟哦。来看 AM 盘，看 AM 盘 ，AM 盘来61059，你看每天玩同样模式，冲，真的急杀，冲急杀，小酒嘞，玻璃纱窗纱门，每天都玩一套。对，急拉市价买进，高点过高杀，啊，这样子又700点了，20万的资金，你就保佑我每一个礼拜赚不到700点。好，我们扣掉手续费好了，你手续费扣特别贵，我算500点就好了。一个礼拜我都帮你赚50%，你就保佑我不要准下去。不过应该是很难耶。好，那如果我继续准下去的话，我们不要说在95个礼拜啦，你20万的资金要变成1200万，我讲坦白不是卡啦啦，你要有主力心态，你要有关键价，你要有 AC， Do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？ 更重要，你要懂得规划。好，像我现在反过来问你嘛，礼拜怎么看？你要先预测嘛，就像我昨天跟你预告空头 GG， 这是为什么？从昨天的 PM 盘到今天的 AM 盘，我还是要做多。好啊，那你就回答老师啊，没有成交量啊 ，KD 指标很丑哎。再打一遍好了，再打一遍好了啊，烦死了。用红色打好可以啊。好，来 ，Bear，GG， good 哦 ，GG， 又是 GG 啊，哦，解完了，赢解完了，赢解完了，那只是点位，麻烦大家自己慢慢去做寻找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好。所以说你不知道该怎么样操作，来，我再看一下我们这个什么该死的专案，不要再用很奇怪的名字。我以前叫全方位三六零哦，来来来，一来来，自由配哦，自由交配，自由配，1+2，自由配对哦，自由配对哦，自由配对，感谢你把它模拟传承很好，对，盘中信息哦，主力心态线上课程，还有包括我们软体，我还是真的建议大家直接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，而且还是老话一句。现在你可以发现有的投顾老师变得很凶哦，节目啊呀啪啪啪，因为压力太大了，那是乞丐的行为啦，真的啦，带会员赚钱，我说过的，因为我跟晶晶感情特别好，不然我你们一个礼拜应该看不到我完整的5天。好，等于说车祸你很难看到全尸啦，这个描述也很奇怪，好奇怪，我不会出现，没有。我是以照顾我会员为目的，而且我要跟法人开会。你们当我是木栅动物园的猴子给你们看哦。好，我解盘需要1分钟吗？就直接跟你讲说贝尔 GG， 安排贝尔 GG， 贝尔 GG 这样子一分钟就好了。看哈、哦，要看贝尔新闻台哈、哦。来来，以后来了，以后再说。来来，股票简单了。股票哎、欸，我们今天 也希望说，虽然说今天我们抵了1分钟，因为刚才机器坏掉哈，导播你说对不对啊？该机器坏掉，我们抵赖了1分钟哈。没了，刚刚谢老师去尿尿了，因为有点赶了，有点赶啊，反正我们在拉了点迪赛好了。那时候那个我有去看那个泌尿科，然后我去看泌尿科的时候呢，老师你得疱疹了，看你们不要想思想那么邪恶好不好？50岁以后有一半男生会射物腺肥大，然后呢，我看到那个门诊的话都是70、80岁的阿公嘛，然后医生我说你为什么来看？你要来看泌尿科，而且好死不死那医生刚好认识我，然后就顺便跟你问，一边治疗一边问你说你那个，哎，没有，那医生全部买金融股，他买得很高兴，我想说你要顺便直接问你说是不是贝尔 GG 还是贝尔 Good 这样，他不太 care， 他知道我很厉害，他知道我超级厉害，因为他说我在看非凡新闻，所以一边帮你治疗一边跟你说你很厉害，你很厉害，对，那就叫我趴着，然后手指从屁股这样伸进去哈，没有嘛，手指从屁股伸进去，他只要做个用意是说。
确定你有没有癌化了。嗯嗯。然后呢，触诊啊、他没有对着触诊啊，去的时候他问我说：“啊，你棒姐，你喜欢被花？”我马上变成健康节目了耶。对对对嘛，然后我说为什么要看这颗？我说每次我去尿尿的时候，感觉我尿的比人家慢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真的。对对，然后有做什么尿东西？那有频尿的感觉吗？哎，我残尿。哦，残尿的感觉。残尿，残尿是比较麻烦，你知道尿不干净。我想。那有蛋白尿吗？可是蛋白不是，可是我们讲句比较坦白，蛋白尿肾脏的问题啦。对对对对，你要你我当然什么都懂，好不好啦？我是我们公司的保健箱，可是我这样讲不太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 focus 看用网络看到年轻人，我刚讲社会先让他懂啊。对啊，没有，其实老师是要带说生技股其实不错。哦，你把我的手中和的持股全部都揭牌了，我搞屁了。我没有揭牌啊。没有，族群这么大，没有啦，我只能跟大家报告啦。你们从小就要保养。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市场上真的很辛苦哦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在玩一个游戏嘛。嗯，如果老天爷给你是选择，在做选择，包括晶晶有没有在做，我不知道了。不过看那个一脸就知道很喜欢不太爱赌的样子，很喜欢不太爱赌的老公，因为本身很爱赌。哇，你妈绕口令哦。没有没有，不太会懂期货对好。没有没有，如果老天爷再给你机会哦，嗯，他说你退输的钱我全部退给你。可是你要答应他，你绝对不能再操作。嗯，来，你摸你良心自问，你要不要收？你要不要收嘛？收嘛！你不要说多了，你输五十万，老天爷全部退给你哦。告诉你，你就不要再进来哦。嗯哼，你一定收。可是问题有老天爷吗？没有。啊，对，没有，没有这种东西嘛。但是有专家啊。对，你要找我，没有老天有啊有啊，你每天这边拜拜，你放空了哦拜拜，你打这，我告米狗盖多呆当啊，然后呢？啊，跟你啊，我做多的，我有拜拜吗？我没拜，我的会拜。啊，给短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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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气。我看我九十五个礼拜。谢文恩啊。对啊，每天拜谢谢谢文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也是一种拜拜。我听过最夸张的啦，我的会员是跟我讲说，他们称我叫做民族英雄啦。然后每一个都跟我讲说呢，如果哈，因为我讲坦白的，因为我的节目嚣张，虽然说我长得是全头部最帅的，可是我节目太嚣张，一般人不太。一开始会加入我，就绕了一大圈之后，我只跟你强调了：你老师敢秀简讯吗？你老师敢秀简讯吗？嗯、根本连下面连鸟都没有了。我讲话就那么白了，我讲话就是那么白了。这绕了一圈来找我是小事啊。如果说我跟你在操作赚不到钱，我永远退出市场。哦，就现在每个都大富大贵，每个大富大贵，真的。我每天我强坦白的验不到饭局，可是我是根据公务员受贿条款啊，我不能接受超五十块的礼物。你们不要再送礼给我，不要再真的不要再送礼给我。嗯、反正我做我该做的事情啊，我们没有说谎诈欺啊，反正就是因为有主席下官家 AC， 所以说我们能活到现在。好，来没空了，没空拉迪赛了哈。真的。那股票呢？跳快一点哦，股票啊，好了，那我们一样五分钟把它处理掉。嗯。中心店吗？还有嘞，也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好，所以中心店 1.6 倍，然后150是动物园一倍，然后2457的飞鸿也高达21只涨停板，3603的深威呢？3603什么股票？6603，3653建设，3603，哎，没知识的。3653，深威能是6806吧？太突然忘了，6806深威能。那至少说哈，这个小朋友，我是讲我啦，我做到全投顾最屌的，所以说没有，你知道。什么非凡运通都叫我上段节目免费，你知道吗？盘后节目，因为我是可以拉收视率，就像你看非凡新闻台，没有，我现在偷偷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哦，不是讲我讲不是讲非凡，我讲东森财经台。啊，那么好，我前东家呢嘛，我都把投顾老师介绍的股票我写在本子上面。嗯哼，然后呢 ？I'm waiting. Oh, wait. 是 wait. Wait.File as well，嗯，只要大盘一转空，就直接空他们的股票，干林北有够狠的，很坏，那也要够有实力才能这么做，是是因为他们都叫那一些，嗯，戏院很大间，根本没有逃生口的股票，嗯嗯、你敢进去，你不会出来，因为你会变成灰，你会变成灰，没有。市场它是很无情的，对，你自己你要有你自己的本事，不然你不要进来混。对，那我做股票的方式之前就不再重述了嘛。好，我们中心店 1.6 倍，费用2倍，然后老挑拨少个一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东元 1.1 倍，好，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为什么要学哈？啊，学空的部分的话呢，我没跟大家报告过了嘛。哎，没不要紧，还不要紧，没那么紧张干嘛？我这么虽然说我最准，那么你们不用这么刻意啊，刻意栽培我，已经很准了哈。然后放空的股票讲完之后，它就往下杀，包括3035资源。哎哎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今天好像4961天宇还在跌。嗯哼。
屌吧，屌吧，屌吧！来来，再看一个东西哦，来来来，这今天啊，马士基营业利益率锐减60%，死定了。没有，我说看到这个新闻是死定了。嗯嗯，这个没救，好不好？我营业，我谢文恩，我最重视就营业利率，你营业利率跟我锐减六成，好来，你要等到今天吗？人家老早已经空多久？空了3个多月，你的航运类股都暴跌。好，讲空不讨喜嘛，讲空不讨喜，讲空不对对，讲空不讨喜。来，那我请问各位，那我反手做多3443创意的时候，好，我顺便跟大家报告啦，我哥哥哈，我们就是屌。今天创意收盘收多少？来，创意哈，我们等于说我们先放空，先放空，赚了一只跌停板，一跌停板，一跌停板，赚了一只跌停板哦，一跌停板哦。一只跌停板之后呢，我们反手做多。上礼拜是10:54的时候，967到958反手做多，好，反手做多。结果呢，我们又赚了125块钱以上。今天创意创新高，是好，要屌一点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金金在啦。尾数80出掉，反手放空。我讲慢哦，我讲慢哦，你看吧，我这样上电视，那些投顾老师。怎么办？每天就只会遮股票、盖股票、猜灯谜，那连我家的蟑螂、老鼠、蚂蚁都不屑做那种下三滥的事情。创意收多少？今天看完1140，1140，1180，我会全走。老师反手放空，我有兴趣。要看当时的主力心态。我先跟你讲，1180我要走。老师你也太嚣张了吧。好，一个人有没有嚣张的本事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个重播带，你就可以知道，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有多厉害。来，看清楚，这昨天的，这昨天今天的重播带，来播，来来来，先把中心店处理掉。好，来，中心店今天没有办法收上 111.5， 代表中心店明天又要 tumble 了。我讲的很慢，我讲的很慢哦，轻轻做笔记，都做，你们可以做笔记嘛？你们不是要验证，我就让你们验证。好，来，先讲大盘哦。今天呢，其实思汉，你说，哇，谢老师，你这主力现在真的好屌。昨天呢，主力心太多，就昨天收最高。哎，今天早上跳水的时候，你一样预告主力心太多，又收在最高高点哦。那基本上呢，好，我们先解，明天看一盘好了。今天的收盘它是大于 AC， 等于空头持续继续的。不要说我们可以预告哦。哦，除非它跌破费半指数的二，怎么可以？来来来，讲清。好，来，听完中心店的话，好，我再问大家一件事情哦。我讲讲白的哦，一个人做股票，只有白痴他想要做短。我他妈的，我发 call 讯给会员，我不用钱哦，要钱，要钱，要钱。好，所以说1180记好哦，1180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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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180写起来，1180。拜好拜好拜 OK 没有够到好来来全部解完想不想知道是哪一支？我昨天买最低哦，来直接亮牌，直接亮牌，带总一点啦啊，6477安吉，结果会员真的他们每次都说谢老师来把新闻看完，好，谢老师你一定有内线，你看今天早上新闻，太阳能吹起吹响扩大苏美号角，因为美国要珍贵东南亚洗产地的太阳能相关元件课重税，是，结果每一个人都认为太阳能要喷哦，看这在这边哦，美国会做环洗产地，太阳能渴望大量输美，所以听起来应该是好事啊，是利多啊。好，来，但是好，是来再看过去哦。今天9:05，我讲坦白的，我对安吉也蛮干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太阳能它本身就很难做，所以说我是利用急杀买进。没有，你又想想看哦，你的老师永远跟在拍鬼片一模一样，追逐强势股，追逐强势股，它这个非常简单的目的，它是要上节目表演嘛。反正我追汉翔，汉翔涨停板，明天如果让我蒙到变成攻击连续性，然后在节目当中讲说，你看我们汉翔买在1块钱，现在40块钱，我赚了400倍，啊，就讲出这种诈骗的话术，这样一大堆投资朋友会相信。不要当那种小白，小白是叫尊敬你们，不要当那种白痴。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投顾老师来这件事情哦？我是利用急杀，我买安吉，然后呢，今天9:05的时候，因为今天我本来看到新闻想说爽了，今天安吉已经跳空涨停板，结果他今天给我开平盘，好，所以9:05之后我们全部出掉，出掉的时候我直接买29华新科，
好，那来华兴再来讲，先讲中心店。中心店你刚刚看的重播带，我说中心店接过汤博，如果你知道中心店接过汤博，只有白痴主力追中心店，这样够狠的吧？嗯，他今天会震荡，他今天会回测这个区间啊，你昨天在追鬼哦，老师叫我追啊，你就带枪投靠你的老师，老师没出息，你跟着没出息，到最后你会更没出息啦。以后有空我们来录一集，看你这样，哎，我这样会被投顾老师打？没有，我你看他请保镖，没有没有，我还是老外句哦，所有投顾老师全部加起来，他们的功力不到我学员的十分之一哦，会不会帅？会不会帅？好，来来来，再一遍哦，再一遍哦，再一遍。我买这个价格嘛，我也没盖牌嘛。嗯。然后华兴科，我买这个价格。好，所有的学员，你为什么上课？你这个价格如果算不出来，你打电话进来，我亲自教你到会。可是我亲自教你到会，你一定会被先让我骂到臭头。因为我的课程里面是需要用到计算机，用关键的程式，不是我的课程，不是那边普挂 KD 高档背离13583321。那种东西齁，连这个水壶都不想听了啦。你再跟他讲13583321，水壶会俩公啦，我讲话怎么机车啦，我这为你们好啊。啊，你去想想看嘛，135831上涨有量，下跌无量。连他都不想听了。所以说你要有全新的课程。好啊，想问我中心店哪边要出，对不对？对。当然不肯跟你讲啊，我根本来不及算了，好不好？我要带 PM 盘，我还来不及算了，我只带啊。所以说，这个叫做盘中多空转换技巧。是，结果今天29号华金科，我一买我就赚了5块钱，我很难得买新的股票哎、欸，我再怎么做这几只很难得去而已，我难得赚、还有生意股啊，生意股你这是自己随便问经济，随便来来继续 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播过了哈。所以说基本上哈。还是老话一句，想想看你们要什么样的分析师的。我是个人认为的，我们今天来市场上，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。那分析师呢，我不管嘛，你分析师呢去偷去抢去骗去跟人家睡，还领导逮捕嘛，你给我证券名牌嘛，你给我证券期货点位嘛。那你从我们给大家的主力做手的价格观念，包括关键价，包括 AC， 包括主力心态，一个礼拜700点，谁来跟你一天20点？20点去找乞丐，不要找我，不要找我。好，一天20点看我节目就有20点了。对啊，你先看我非常新闻台盘中年线已经12:37，你试驾买进，你可以赚20点嘞、你干嘛参加投顾？白痴参加投顾、所以说哈、所以说这才是你要的业水专业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有关于股票的部分，我只能跟大家报告，股票现在操作难度真他妈的有多高的。是看什么安琪，明明就是今天一大早的凯源说，明明就利多啊。对，凯源说哦，包括6244茂迪6247，哇靠，一练哇，真的好爽，干着散户跌进去，6244茂迪6247安琪，我都快笑死了。结果一看到那个一开盘，我马上、哇，不对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跑啊，不对跑就换嘛，就换嘛，真的不要抱着啦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没有人要做这么短。那我问你啦，晶晶，如果说你是我会员，那我今天我安琪没出，收盘收最低，你把它干掉。一定会啊，对啊，肯定，因为这不是自己的错，绝对是老师的错。所以说我跟你讲说，带会员就是这么可怜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可以很武断说，哎，做长线，反正安吉未来会涨到5000块，哇！啊，如果先跌到5块钱呢？我们自你竟然真相信？我没有相信，我怎么觉得哇，这样都敢讲出来？应该没有老师敢讲这样的话吧？未来会涨到5000块，连金管会都不相信啊！神经病，好不好？那也不叫预测不要，那叫神，那个叫老师要吃药的。对了，所以说自由派有1+2。没有，差一天真的差很多。想想看哦，700点，应该700点哦。那你昨天办好入会手续，我们很艰辛的，我们安吉也赚钱，艰辛赚不多，赚2%，冷趴，你2%哈，冷2%，两趴。那今天去买华兴科赚了5块钱，然后中间赚不多，赚了1.5块，也是赚钱、都有赚了，都有赚啊。没有，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啦、你扣讯跟着上来，因为老师的扣讯太小，我跟不上。老师你干话很多哦，我想利多不涨也不行，你干话很多，那你就去找别人。好，别人不会跟你干坏，别人永远是追涨停板。好，我不知道你要什么样的老师啊，差一天差很多，真的只要360，少了100万的建制成本，还有400多万的 YouTube 广告费用，完全回馈给大家。只要360，还没收起 SOP 的，还赶快收起，赶快收起，赶快收起。好，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9880。0800没有080002239239880，假期愉快，拜拜。好的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，下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钟，也请您持续锁定《九三要赚钱》未来市进步，再见了。